性癖好吓跑妻子，阿贝雕仅抄家灭族。苗栗一名69岁余姓阿贝，昨天披着白布条到县府广场要告御状，指控两名警员抢走他妻子，对他抄家灭族。警方无奈表示，前年九月阿贝41岁的陆籍妻子报警，控丈夫逼他在房内必须全裸脱光光，他拒绝配合性癖好，却遭弄出强脱衣物，愤而报警要求离婚。阿贝否认妻子指控，还认为妻子离家都是警察害的，不断向警局督察室检举，还到处挂布条抗议。一名警员受不了，对他提出公然侮辱、诽谤告诉，昨天警方将他逮捕，检方讯后请回。动新闻苗栗报道。